请问你对环保的概念是什么？环保就是环境保护。嗯，那么你平时有做什么事情来支持环保吗？我去逛街的时候，我都会自己带环保袋。嗯 ，OK。少去支持他们去割那种树比较好。像你平时有做什么事情来支持环保吗？平常啊，都是我出去都会用环保袋，我去买东西我都不要求 plastic bag， 就是他给我的包不要，就是这样子去换的。如果好像书有多出来，我就会 reuse 啊，就不会给又再用，不要一直浪费去买咯。请问你对环保的概念是什么？我觉得环保就是节省使用所有的物品，还有就是把可以循环的物品再循环。你有做什么事情来支持环保吗？我本身就是还在用纸扎的时候，我就会用双面哦，不会只用单面啊。还有我会把那些可以循环的东西，好像是那种铝罐那些啊，我都会拿去循环。请问你对环保的概念是什么呢？环保觉得就是应该从自己做起了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尽量爱护这个地球，做你自己能做到，像家里垃圾啊那些环保，就是你从自己做起就可以了。这样，请问你平时有做什么环保的事情吗？平时就是垃圾分类，我家里会有做这样，就是我爸给我讲一个概念，就是叫做堆肥啊，然后就会把那种厨余倒进一个桶，然后拿去埋起来，就不会这样，不会说全部丢去垃圾场那边，然后污染那个环境。环保呢，就是要爱护地球咯，要保持周围的清洁咯。我们就算是环保啊。比如说平时打包的话，最好可以就不要拿 plastic bag 咯，用手拿放进自己的 bag， 用环保 bag， 不要乱丢垃圾，环保。哎，你对环保的概念是什么啊？环保的概念就是环保就是 recycle 就是再利用那些东西，还有就是爱护环境的哦。OK， 你平时有做什么事情来支持环保吗？就是